牛仔裤第一次怎么洗不褪色？一、新买的牛仔最好翻过来正常清洗，可以减少外界摩擦引起的掉色，千万别用太热的水浸泡牛仔裤。二、在水中倒入白醋，同时把裤子翻过来泡浸半个小时左右，让牛仔裤尽可能维持原来的光泽度。三、晾晒的时候把里面翻过来朝外，挂在干燥通风处即可，尽量避免阳光暴晒。四、尽量手洗，不用洗衣机和毛刷清洗，这样可以有效保持牛仔裤的原色。五、用不加酶的洗衣粉洗涤，因为加酶的洗衣粉有漂白作用，对牛仔裤的颜色有影响。六、深色牛仔裤第一次下水前先用盐水浸泡约20至30分钟，这样能保持原色。